不要你要站一排，就等一下你了。好，那就是我等一下要讲，就是关于这部微电影的就是拍摄的过程这样子。这九分钟。就是等一下放预告片给大家看这样子。它是关于两个女生友情的故事，以前他们是很好朋友，然后后来就是因为一些关系，他们渐渐的就是渐行渐远，然后后来因为一些缘故，他们又继续可以回到以前那么要好的关系。最主要不是我弄的、啊，是导演感受出来不是你弄的。为什么？你是你唱的。哦，对对对，就是整个歌音乐部分，其实是我们当然在操守，然后我主要是做画面的构图上的一些协助这样子，因为我是副导演。那，那个现在讲完了。好，那等一下我会稍微介绍一下，就是我们大概。我电影组成到底需要哪些人做协助这样子？我们先报。麻烦，不用紧张。接下来我先介绍一下，就是导演到底做什么？导演通常在片场的是这个表情，这个表情跟这个表情。对，因为其实我们的片场非常欢乐，大家都其实都很难控制，你知道吗？大家完全就嗨了，他就会哇哇哇哇，这个就像疯子一样，一群疯子在那边嗨戏，因为大家那个压力其实蛮大，所以其实需要一点宣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总是需要有人扮黑脸，像这样，对。那其实超臭的，其实其实在片场的时候是真的说需要一个人去扮黑脸，去让大家去做一个比较严肃的一个调剂。那其实。整部片其实大部分精神都其实是由导演去构想为主这样子，然后我跟副导演是我是副导演，然后跟导演其实会做一些工作上的分配。那他最主要是做音乐还有服装之类的一些构想。那因为要表演经验，在拍片上表演经验，所以拍摄实务上其实是我主要去给构想这样子。OK， 那再来是场记其实就是现场里面杂工，虽然看起来杂工，可是其实场记在拍片实务上其实是一个很重要，很重要学习的一个角色，因为他需要记所有事情。通常他经常都会
你就看到哪个版主就记一记一记。那记什么东西呢？其实就是记一些片场的一些资讯。那因为有时候可能同一出戏，他可能就是没有拍完，那你可能需要同样的位置，就是你可能主角他手上有个视频在左手，那你要记得他是在左手，哎，下次的时候你不要让他带右手。就是其实场地是很重要的工作，虽然其实如果你要从事电影工作的话，其实从场地当起是一个最快可以当导演的一条路。对，通常都是在片场，就是拿一个板子在记东西的那个人就是场记。对，那图画其实我们是蛮重要，因为在片场的时候是需要一个化妆跟做服装定调，那这部分其实是由我们导演主要去做沟通的。那其实我们这是那个什么那个国际礼，就是他那个是需要那什么国际礼大使的团长，所以他对化妆是很有深入的，就是做研究这样子，所以我们特别请他来就是帮我们化妆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其实我们男演员也都会化妆，因为就是我们每个演员其实都要求蛮高的。然后摄影其实我们那时候是有双摄影师，因为就是有时候时间的关系，所以我们需要加速进行，所以我们会有双摄影师。对，或者是他需要做这么大牺牲，因为我们需要刚才看到一个镜头是从下面看上来，所以他就要在躺在旁边。你看我电影时不会发现这东西，只是我们自己在现场才会看到的。蛮无聊的，他拍他，然后你拍他。然后灯光其实也是一个常常被忽略的角色，可是因为有时候像这种地方就是时空有人，因为看有谁在时空有人，就是在时空有人，在我们那时候在时空有人拍，那地方是非常暗，所以我们需要有打光师去做打光的动作。那其实那东西其实很少人教，所以我们是其实现场在琢磨怎么样去做打光这样子。然后偶尔要挡那个主角的阳光，因为在阳光下会晒黑嘛，所以需要帮他挡一下阳光。对。那道具其实我们这道具非常杂，因为道具包括场地布置跟就是像这个场景其实设定出来，那些玩偶都是特别借过来然后去布置的。本来这房间是非常乱，它墙上不是还有明信片吗？那也是特别找来然后把它贴上去的，就是其实这东西是都设计过的。然后像是它里面有提到就是有一个活动的一些招式简章，那我们也特别去真的印出来，就放在那。那其实它只是暂停两三秒的一个画面而已，可是我们还是特别去把它印出来。然后像我们本来有个场景是要做特效，然后就把这个场搭成这样，可是后来没有用，因为剪辑觉得太难用了。然后像是它笔记本，其实我们用到只有这小角而已，可是因为我们为了这个画面上好看，所以其实我们这些都是有自己在设计过，就是都有自己在写写上去这样子。还有剪辑用之后有加些特效，就是作为幽灵效果。对，因为在片场中，因为出车祸，所以他是用幽灵形式做呈现那样子。然后或者是 ATV 场，就是他被挡住，没办法接触另外一个女主角。对，那不知道你在干嘛？那听下来，其实我好像没干嘛。就其实现场好像都在拍照，还是就是摆 pose， 还是在干嘛？我不知道。那其实就是我工作时间协助导演，所以就是会把一些像分镜表或是就是通告单，就是我会特别去注意这些东西，就是把，因为这东西很重要，就是我们在拍戏之前都是分镜表，就是我们拍戏之前，我们每一个镜头都是要先经过设计、经过构想，甚至是我们要做场刊。那所以这个东西的话，就是事前你要先做好功课。其实事前要做功课非常非常多，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片场很轻松，可是其实并不是，因为事情要准备很多工作之后，你当天就会更轻松，对。然后甚至你要做演技指导，对。好，那个会换套出来。照片呢？那等一下，就是我要分享，就是我们第一天拍摄的经验。那我们第一天拍摄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很多的素人，就演员素人、导演素人，然后很多很多都是素人，所以我们第一天一分钟的片段，我们拍一整天。而到后来，我们就是一分钟的片段，我们可以两小时内就要完结，这样子。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啊。那等一下有照片。
可以帮我们，可以帮我们。然后因为我们第一次拍摄，很多造型其实是都还没有定好，所以你会发现造型跟在 MV 上看到的其实很不一样。对，像是看女主角跟刚才的造型根本不是这样，风格完全不是这样的。下下，好，我你看到吗？啊，对，就是造型其实完全不一样。啊，好，不好跳第二个。那再来就是要分享，就是我在拍现场拍摄的一些遇到的一些状况。下。是干嘛？分工不要。哦，分工不用，下一个关系。先冲。好，先从车祸开始讲好，省这场车祸。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这种拍车祸戏的经验，就是。因为我们第一次拍车祸戏，所以，在就是协议制造，就是我们是自己去调了协议的颜色，因为血浆一袋很贵，超贵，所以我们就是自己去调那个协议的颜色。弄番茄酱就好了。是那个差太多，质感不一样，所以我们自己去化妆师自己去调整那个颜色这样子。对。然后就是现场我们做交通指挥，就是四个路口全部都站着，全部都在指挥。然后我们其实有跟警察局做申请这样子。对啊，就是因为车祸戏我们要慎重再慎重，因为一个不小心可能就被撞了。就真的车祸。下一个。对。这个可以这样。可以这样吗？不能啊。可以吗？可以。可以哦，我也是你按的。那就现场会有一些民众，就是我以为，就是那时候我们快拍完的时候，他以为真的有车祸，然后就是开始打电话，你知道？不要打电话，那时候我们拍戏。对，就是现场会有这样状况。然后警察也没有来关注，可是因为我们申请了，所以就是基本上还好。好，那个空调箱子要怎么？对。啊，不要，三好，帮我跳三。好，从第一个开始放。那就是在拍戏的时候，其实我们都就是大家都会很好奇那个到底拍成怎样，因为你在被拍的过程中，其实你不会知道影像呈现是怎样，所以他们都会很好奇，然后过去，然后我被其他跑进去了，对，然后像这感觉很有拍片的感觉，就是女主角有一定要搭一个外套，然后普瓦斯就是拍戏的时候帮他拿着，这是保镖是不是？这男主角，这女主角，刚才那部戏有男主角，那男主角其实不重要。然后就是我们在玩啊，就是我们来就拍片太累，所以他们开始玩一起求婚，对。然后这字符是我们特别借的。然后这个镜头其实我们瞧很久，因为你要让摄影机不进去，其实是很困难的事，所以我们其实瞧很久那个镜头那个镜位。对，你看，其实那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一直在后面，我就在后面追着他，所以他就感觉很有压力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在后面一直后面瞄，背后。然后就是我们拍完之后，我们都会玩一些桌游在调剂身心。那对，我们还要找小朋友拍戏。找小朋友真的是一件很困难事，就是拍片有三个就是最难拍的，第一个是小朋友，第二个是动物吧，第三个忘记了。反正小朋友跟动物是最难拍的，所以当天小朋友是跑来跑去，所以我们需要去安抚那小朋友，让他乖乖照我们的动作做。其实这两个小朋友是我们现场抓的。因为这两个是零演，所以我们现场去找小朋友来帮我们演。那个小朋友是认识的去介绍的，对，是演他们小时候。然后冰淇淋，那时候我们有拍冰淇淋戏，开头跟结尾都冰淇淋，开头有冰淇淋，所以冰淇淋好像画了好几次吧，因为一直融化，那夏天的时候拍的，一直融化。然后因为其中女主角还画妆，所以通常没有。化妆师会把它画，他自己都画。然后像这种镜位，其实也是很难抢，因为你看如果整体拍进去的话，
他大腿太太粗，所以我就瞧很久才瞧到这个角度。我们录影啊，没关系，他大陆人。好，好，那直接往跳玉帝。那就是在拍，我们其实总共拍了两个多月。那其实是拍了很久，因为我们总共只拍20分钟。那不同拍点，其实很有很多故事，等一下我们可以继续再聊。那就是我讲结论一下。好，那我学到什么？就第一个，不要让大家爬树，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，就像刚才阿公讲的，就是说每个人都想做事情，他不一定想做他自己专业的事情，他可能会想要可能他今天是中文系，他想要做摄影，那我就让他做摄影，就是你不能就是强迫每个人去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情，这我们每个人都是他们的专业，他们自己想做事情，他们就来这里参与。所以我得到一个第一个学习到的就是不要让大家爬树这样子。那第二个是情绪要自己抽离，因为其实片场其实会很多吵架或者是之类的，很多，因为导演会跟编剧吵架，导演也会跟摄影吵架，导演也会跟音乐吵架，就是因为导演有自己想法，可是音乐，我觉得我音乐应该这样做啊，但导演觉得不对，我音乐应该是这样，或者我画面应该是这样，那不然就说，大家不要吵，我们坐下来好好商量，然后好好讨论一下，就是所以这时候我的角色就要适时的做抽离，就是我不能参加那个吵架，不然大家都一起吵在一起，就没有办法拍戏。然后舍得又是太好舍，因为我们都拍20分钟，所以我们其实我们如果真的拍完的话，我们应该要拍到40分钟到50分钟，都快可以拍电影了。所以我们在过程中其实删掉很多戏份，因为很多戏份其实是没有必要，或说会比较容罪的东西，所以你需要去做一些舍弃的东西这样子。OK， 那就是我分享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。OK， 谢谢叶杰。今天业绩也非常非常感人，像昨天。